看到这些海蛎，都有点怕呀。哦吼，有货喽！货篮花蟹，捉了这个什么鱼呀？哦，抓了一条石斑鱼，效果不错哦。嘿，还挺凶的，哈个头不错，这鱼还算很鲜吧，给它收了一起。这海蜇游泳的样子，还挺好看的，看，哇，这么大一个海蜇，这玩意可以弄那个凉拌哦，像果冻一样。游泳的时候碰到它，尽量躲一下，它碰到你的皮肤会把你烫伤哦。起了点风，估计是想要涨潮的节奏了。六角螺，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也很多人摘这种海菜去吃的，哎呀，现在社会条件好了，都没人吃这些玩意。有个亮货这里，这海茄子他们也会吃沙子哦。看，这条好老啊。一个猪仔螺，还有一个灯塔螺，你俩什么时候成为好伙伴了？看来他俩想生个混血螺。哦吼！眼睛不够贼的话，是没办法发现这种亮货的。这就是赶海出来的经验了，野生鲍鱼哦。晚上来这边的话，海螺是比较多，白天他们都躲起来了。寄居蟹，有货咯。咦呀，这两个眼睛，看，一条漂漂亮鱼，这种应该是满潮的时候跑到坑里面来玩。哎呦呦呦，抓住！哇哇哇哇，这鱼好看，呜呼，看一下，漂亮吧？你捡，抓住头部，哦，特别美，哦，哇，还挺凶，哎呀，熟了，哦吼，八爪鱼，这家伙是来掏螃蟹吃的吗？看，哇，在水里也是特别好看的。今天晚上来个红烧八爪，哎呦呦，哇，那点脚好多啊，放它进去跟那些螃蟹打架。有货咯，一个黄金蛋。看，他那个头在这里，哎，喂，缩到里面去了。哇，这个有一斤多了。现在的煎蛋螺特别的肥。有货喽，条海鳗龙。
潮水退干之后，它们就躲在这些坑里，等待涨潮。尾巴这里，嘿嘿嘿，好了。这种海鳗龙捕捉那个螃蟹和鱼也是特别厉害的。我看，哎呀呀呀呀！哥，寝室水温太热了，要不然像这种的话，在夜晚抓的话，它就很凶猛了。这些要是黄金蛋的话，就发财了，一个几千斤呢。哦吼，这家伙跑得挺快，应该是想出来找东西吃。你这伙，你还想回去啊？来的时候好好的。回不去了，珊瑚礁挺漂亮的。哦吼！哦，偷偷摸摸在里面吃海菜。咦，下手要快，要狠，要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不能吃啊！这种海胆是长刺海胆，它吃不了的。它这细比较细比较长，扎到人的话有轻微的毒性。哦吼！哇，这扒皮鱼在吃那个海菜。哦，看。还是侧身吃啊，看他那个嘴巴，你这么牛吗？哇，抓到这一根针，这种鱼特别温顺。往这边走吧，这边有货。那水有点晃哦，差点就没发现它，等它站稳先。哎呦，夹不到！哎呦，夹住头了，差点让他给跑了。哦，哥，潜在这个坑里。哎呦，什么鱼啊？看一下，有没有毒性啊？这鱼好像受伤了耶。哦，受伤了，看一下那个嘴巴，都是伤口，难怪。看它奄奄一息的，哇，这鱼好看呢，哦，那么大一条，呵呵呵，看那个尾巴，哎呦呦呦呦呦，给它收桶里吧，哇，真的有两斤了，这一条鱼好沉呐、啊，哇，元气相当的不错、哦，它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啊？嘿，不管它了，先给它收桶里去。现在的螃蟹太聪明了，听到声音立马就钻到坑里去了。龙虾哦，哇，看那个头在外面，哇，这边还有一条，我先抓这个。哟，呀呀，哎呦哇，哎呦哇，被它弹了一下，哦，这个不错。哦，这个先收桶里去。哦，今天把龙虾踩了。哎呦，这要钻到坑里了。拉的那个锡纸轻轻的。哎呀哎呀，嘿嘿，这个是刚成年的，看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这家伙还挺凶。继续探索这些坑。一个海螺这边哦。这种是海里螺，看，白白嫩嫩的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今天海螺还可以哦，没有黄金蛋，有这种海里螺也是可以的。看，是螃蟹，
远远就看到它了，它这个颜色特别的鲜艳。谢兄，这是要跟我玩剪刀石头布吗？来，剪刀石头，我出石头。但那个剪刀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你输了就要跟我回去咯。这个水坑里面啥都没有啊，平常晚上碰到这种水坑是特别多货抓的。看这小海螺特别的多，有个亮货躲在这里。下面有个海胆，两个哦。海胆有分公跟母的，像这种红色的光芒就是公，就是母的。看，小姐姐海胆红色的哦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哎呀，吸得紧紧的。这是一对闺蜜吧，闺蜜海胆，收到桶里去。哦吼，有一只小面包蟹在这里寻找食物呢。这种螃蟹基本上我们碰到都不会抓回去的，因为太小了，没啥肉。长试一下还是可以的，比较可爱。哎呦，人家打成脑震荡哦。走吧。水有点浑，差点就没有发现这条鱼。哎呦，他很聪明啊，他在努力的把那个水弄浑，这样我就抓不了他。太聪明了这家伙。哇，牛啊，这个肯定要来个特写的啦。呼，这只大螃蟹咔嚓，它抓的是什么鱼啊？是一条美人鱼。哦，美人鱼还是很鲜的。哎呦呦呦，不能，呦呦呦呦呦，等下你夹子断了不关我的事哈。这家伙是你不放我不放，我不放我看他能坚持多久。哼，还是赶紧放桶里吧，再找一下有货不。今天螃蟹比较少哦，有两个海螺这里，花海螺。哎呦，这个夹在里面不好掏。还挺会跑的这家伙，漂亮吗这螺壳。这还有一个，两是准备要约会的吗？哦，差点把它打成脑震荡了。哎呀呀呀，掉到里面去的话就不好逃了。现在鱼都这么聪明吗？是条猫鲨。哦，这家伙凶。看看看看看，哎呦，抓它不高兴了。这海茄子现在都会找地方住了，住在这个漂亮的珊瑚下。哇，好大一个。海茄子抓到它们就开始吐那些丝，它那些丝是防护能力的，粘在人手上特别难受哦。海曼兄，你这是要上哪里呀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跟我回家。开始摇摆了。哦吼，这鱼都怕太阳晒，躲到这个阴暗的地方。嘿，是条猪脚虫。哎呀，捏住，
还在摇尾巴，找一下这些水坑。哦吼！大庭广众之下竟敢秀恩爱，这种鲍鱼也不算纯野生的，纯野生的是那种比较圆形的。附近那边1公里外有那个鲍鱼养殖场好几家，估计都是他们排水的时候排掉了，这些鲍鱼就在这边繁殖。哦吼！家伙是失恋了吗？这么大的太阳，你想不开吗？哦，哎呀，哇，大嘴巴的石斑鱼，你是不是失恋了，鱼兄？来这里，自寻短见啊！好了，朋友们，潮水涨上来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那边的，别忘了点个关注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